据美国宇航局开普勒项目官方网站报道，科学家们借助该局所属的开普勒空间望远镜，发现了一个拥有六颗行星的恒星系统。这颗令人惊叹的中央恒星名为开普勒11，是一颗和太阳相似的恒星，而这些行星则主要由岩石和气体组成。这一紧凑的微型太阳系距离地球大约2000光年。